俊杰呢日喺香港开巡回演唱会，除咗一众粉丝万众期待之外，就连嚟香港工作嘅吴谨言都嚟捧场睇偶像啦。吴谨言身穿一件红色休闲外套，戴住剧帽低调现身，但俾 fans 认出之后都仍然引嚟骚动。入场之后，吴谨言就大方俾传媒影相。想起 JJ 前排拍片扮皇帝同吴谨言隔空对戏，呢日吴谨言又嚟睇演唱会，呢、這个互动确系几可爱嘅。JJ 喺半空倒吊破茧而出，展开白色嘅蝙蝠翼，就咁吊住开场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俊杰，欢迎来到我的第27场圣所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但也是我的第一场在香港的圣所世界巡回演唱会。你们期待吗？你们等很久了吗？